而且很香很甜，绝对是跟一般的香蕉不太一样，因为云林县有好山好水，而且浊水溪沿岸所种出来的农产品特别的棒。那个时候呢，我们去的时候就是为了漂亮点的火，哦，漂亮的地火，走南头未来的火。对。那那一次去过，因为我们在云林围绕着我们云林的那个芙蓉香蕉啊。对。哦，那那个那一次本来就有想法说，那个我们产品要移到金门来，给我们金门乡亲来分享。我们透过视讯跟金门的杨振武县长哈来搭起这个好交情，然后透过香蕉啊，我们彼此从金门跟云林县做一个啊互惠互助，而且互通有无的这样的一个合作关系。我们云林县种植670公顷的香蕉，那现在刚好是秋冬蕉的一个季节，那我们有个好品牌就是我们的乌龙蕉。这一次因为新冠肺炎疫情的关系，所以出口有点受挫，那当然了，我们政府部门也要站出来来协助。我们从九月份底开始行销我们的香蕉，到现在我们至少已经卖出21000多公斤了。那我们也预估了，最近又持续会有1000多箱的订单出去，那累积下来我们应该有2000多箱的订单出去。我们就是说金蕉已经受到代销，已经在走投无路的时候，我们管理的时候非常善意跟我们到三天，所以呢，我们启动各在各城市的农民，更不受到那么多的损害。